Hello，大家好。咁其实咧，好多朋友咧都跟我一齐食极速纤啦。其实咧，极速纤咧里边咧有呢、這个我哋讲嘅四粒嘅正肝宝啦，跟住咧有呢、這个五粒嘅益生菌，仲有1.6粒嘅酵素。咁正肝宝有咩好处咧？因为原来咧我哋肝咧需要运化得好咧，先至可以将我哋身体嘅物质傳送去一啲修補嘅地方，咁你知道我哋年紀大咗啦，我哋嘅 collagen 都會流失啦，咁好多時咧皮膚會鬆弛啦，肌肉會流失啦，咁甚至乎咧我哋平時嘅手臂嘅肌肉啦、肚腩嘅肌肉啦，咁肌肉流失咧就係脂肪積聚噶啦。嗱，肌肉同脂肪咧，如果你有望過脂肪榜嘅話咧，都係一條數嚟嘅啫。如果咧你有20到24% 嘅肌肉嘅话咧，即系话咧有80到76% 嘅明唔明咁讲？20到24% 嘅脂肪咧，咁即系话你有80到76% 嘅肌肉。如果你肌肉越多嘅话咧，身体可以燃烧你食多咗嘅卡路里就越多。但系问题，如果你肌肉流失嘅话咧，身体咧就唔可以即系呢、這个攞到即系足够嘅。即系应该点讲？身体就唔够新陈代谢，咁咧就会容易积聚脂肪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需要 train 我哋一啲嘅肌肉出嚟嘅。咁极速纤咧本身咧系可以帮助我哋嘅肝功能。咁肝功能搞掂咗啦，咁点样 train 你哋嘅肌肉咧？咁呢个就系我哋要嘅大前提咯。如果你想食极都唔肥，嗱，好多人成日都讲嘅，点样可以食完之后唔肥翻啊？咁多啲肌肉咪唔肥翻咯，因为你有足够嘅肌肉，肌肉咧吊喺条骨络上边咧，佢系需要能量嘅，咁佢需要嘅能量非常之多嘅，咁所以咧最好嘅方法咧就系 train 多啲肌肉，你咧就可以呢、这个可以即系令到你身体咧就食极都唔容易肥啦。好啦，咁所以咧，你买一盒极速纤嘅时候咧，其实咧，我已经帮你谂埋噶啦。话有人即刻 WhatsApp 我，帮你谂埋噶啦。咁点样帮你谂埋咧？佢就可以帮你咧做呢个肌梗三十呢个仪器啦。咁做呢个肌梗三十呢个仪器嘅时候咧，当然你唔可以着衫做啦吓，喺嗰刻，咁你就要突出你个肚腩啦。咁咧佢就可以帮助你咧，因为佢30分钟咧系震动12000次嘅。咁即系其实你一度尺寸咧就已经系瘦咗噶啦。咁你就可以 train 埋你个肚腩嘅肌肉啦。咁当然咧你即系极速纤咧，我系送15分钟俾你嘅，咁如果你我嚟做手臂好正啦，我嚟做大髀都好正噶吓，咁甚至乎咧做蜜桃臀都得噶，咁一般人咧都中意做肚腩或者手臂，咁我自己都中意嘅，因为佢系帮我哋锻炼肌肉噶，所以非常之正。咁你话，哎呀，我真唔得闲嚟你 Vivi 即系嗰度做新，因为依家时间嘅问题，咁你噔噔噔噔，咁嗱都有第二个解决方法嘅，就系用你嘅 EMS 啊。今日有人问我点样松肩颈，佢话咧想买啲叉叉叉叉翻去自己叉。嗱，我好老实话俾你听咧，如果你个词系正嘅话咧，咁个叉先用得咯。咁但系出边如果你喺 China 买嗰啲咧，嗰啲叉好多时个词都唔正嘅，咁我就唔鼓励你用嘅。第二样嘢啦，如果你即系咁样用力自己咁样叉咧，叉得嚟咧。我想话俾你听，嗰支嘢好重嘅。如果系真系刺嘅话，你已经受伤噶啦。不如简单啲，你用 EMS 啊。咁 EMS 好简单啫，佢系有行微电流嘅。咁微电流咧，一经过水液喺你身体里边咧，就好容易做到松肩颈噶啦。咁松肩颈你好简单啫，你用芦荟啫，你做 base 啊咁样啦。咁但系我哋唔系讲松肩颈，如果你做肚墩嘅话，咁点做咧？肚墩你就可以加燃脂泡泡啦。咁呢只咧，燃脂泡泡咧，我觉得好正嘅，因为你就咁搽都会瘦嘅。咁我有个 client 咧买咗好多支噶啦，即系佢用完又装，因为佢想修身形啊，修身形。咁嗱，呢个咧就我嚟减磅数嘅，你最中意嘅减磅数嘅。咁你都要饮嘢修身形噶，咁最好就配合一齐弄入。
咁如果你懶嘅，你咪就咁搽現脂泡泡咯。咁如果你話我唔懶嘅，我喺屋企做下嘅，即係唔想連搭車時間都慳翻唔使嚟嘅，咁我覺得 OK 嘅。咁你就擠劈現脂泡泡喺度啦，跟住你踩肚墩啦，咁你就開 EMS。咁啲人問我通常做幾多分鐘，我諗我做到十分鐘個肚墩已經好叻噶啦。咁、那個機咧就自己會 move one、move two、move three、move four 咁樣跳噶啦。咁我就咁做，大约做五分钟一边，咁咪做埋五分钟一边，由 Mode 3开始做起咯。咁我咧嘅 YouTube 咧，你可以上去揾到好多片系我讲 EMS 嘅。我由减肚腩啦、手臂啦、大髀啦、推经络啦，我都讲埋噶啦。咁有50几条片咧喺 YouTube， 咁你 search 咧 Pure Beauty Group Limited， 再加 EMS 瘦面瘦身机，咁就得噶啦。咁啊，系我哋自己嘅品牌啦，咁所以系好稳阵嘅。咁另外啦，咁即系最终咧，你磅数系靠佢，身形系靠佢，咁所以咧就可以配合。咁如果你有时间嘅，咪嚟做呢、這个我哋嘅呢个大肌啦，系咪先？肌紧30咯。咁方法咧，我已经俾咗你噶啦，咁就睇你自己试唔试啦。咁有咩唔明咧，就 PM 我啦。拜拜。